吼，阿叻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请我无用，哈哈哈哈哈，不能要，要丧事。原来是误会一场啊！哼，真正有影呢，出门我等着你去看呢，无时间跟你讲讲遐济，我来叫我娇妻啊，来咯！今天孟小姐只是被我吓惊，师父交代，上必关心，有条一命，一定要替母亲报